冠杯嘅围赛嘅直播赛事啊！香港超级联赛嘅上届亚军球队李文喺香港大球场主场摆下擂台，迎战咧就印尼嘅对手啊巴里联。咁啊，巴里联就前届印尼联赛冠军，佢哋响自己印尼联赛嗰边嘅亚冠杯嘅附加赛赛事击败上届联赛冠军咧，就望加石就攞到唯一一张咧就系印尼球会响亚冠杯入场券。咁啊，先见到黄色波衫李文一次攻势先啦，开波咧都未够一分钟啊，半分钟松少少嘅啫，已经揸起先开纪录噶啦，机会嚟到传中谂住喂俾安妮啊搞掂你啊，睇翻后少少，右脚一斗埋好先就弹地再弹尾啊。然後輪到就對面嚟了一個角球的頭槌機會，遠處位置咁見到咧就喀麥隆嘅外援球員巴利加咁啊飛身追個波，好識少少塔頭啊！咁啊前面就應該係斯帕索職位嘅頭槌二傳嚟嘅。之後輪到咧就基奧尼頓右戳長波遠處位置，今次保利神就冇問題啦噃。保利神啱啱追一次個波，因為球速偏慢。知道比較高同埋遠少少啲球波，基維尼頓嗱一樣之下過對面咧就是西迪亞雲，佢單對單對住西迪亞雲就好有把握，見到呢個基維尼頓遠處位置，荷蘭中場保利神加盟球咧第一場正式比賽即刻開齋啊！上屆仲係踢緊荷甲嘅佢，咁啊曾超達教練都非常之振奮啦。但係就李文嘅領先優勢維持咗幾分鐘嘅啫，好快十一分鐘，徐宏傑一下不幸嘅右腳踢 Q 解圍，變成一個烏龍球。结果咧就领先优势又冇咗先啦，其实呢下去接埋就快到对面呢个咧就谢佛逊一步，但系唔过送咗大礼，但李文好嘢，好快收入心情又嚟过啦，保利神一传靓啦，后上阿华顿阿洛底斯位置用右脚一个 cut back， 俾翻呢边咧就系基维尼顿搞掂你，再嚟佢招牌野兽式嘅庆祝动作啊，充满饥饿咁嘅基华尼顿，阿华顿亦都系抵赞啊，一传嘅保利神抵赞，后上阿华顿。一個對三個北方幫忙加速亞池用右腳 cut 橫，基維尼頓搞掂你先，又再度領先當時十三分鐘。然之後對面啦，呢下就係薩普特放個波埋嚟馬位位置，諗住喂俾咧巴利加，但就越位在先，加上都俾門將封到噶啦。但係保持階段啦，上半場何西安祖爭啲送個大禮喎，爭啲送大禮俾呢邊咧就係巴利加喎，好彩加豪出嚟都夠快，啱啱只腳閂翻走呀。否則臨完半場前2-2啊，真係慘情啦！但唔使2-2不得止，仲有艾華頓的軌跡，招牌賽啦！一級過嗰關啊，我哋已經有一個咧，就即係心有靈犀啦！我哋都有個好強烈嘅感覺，啲球波係入㗎啦！艾華頓絕招啊嘛，練波感念，咁結果咧一戳埋去就一個好靚拋物線，就笠死咗對手門將杜斯山杜斯。上半場就3-1，就拋開個比數添㗎啦！啊，大球迷、小球迷一樣都係咁興奮啊！去到後場賽事啦，呢下後上撞射啊，嚟自貝索，亦都係省中人先嘅巴西嘅外援。基維尼頓又過一關先啦，咁樣腳背片翻轉頭，叫益曬保利神左右開弓，上半場右腳入波，下半場左腳入波，梅開二度保利神，但兩球波同樣都嚟自同一個球員嘅助攻，就係基華尼頓，左腳彎埋啱啱鋸到啲內勢添啦。就彎過門將隻手，就係、是、咁樣攞近柱搞掂你。4-1拉開比數，咪對面都諗住咧就試下啲冷戰嘅。貝索都好夠膽起腳噶啦，下半場，但亦都係咧就過唔到咧就係李文嘅大門啦。門將就陳家豪，然之後見到呢邊咧自己維尼頓諗住轉身去埋，但係博唔到12碼，呢下接觸點就禁區外一步，再掟埋去，勁抽明刀明槍射翻咧就門將鋒嘅遠處位置，雖然自己都抽抽地啊，右腳的小腿肌肉都緊曬嗰只嘅啦，罰球仲有啦，艾華頓送遠處，後面入替余偉廉 set 個二傳位俾何西安祖，後上一作又搞掂你，好精彩的罰球戰術，獲得個咧美好嘅回報啊，5-1添啊，幾開心啊何西安祖，點曬啊，拉斯一擊啦，呢邊諗住追翻近少少都係唔成功喎。就俾呢個迪高插水一頭槌解圍，就係、是、咁樣啦。曾超達教練帶領李文啊主場5-1大炒咧，就係、是、對手巴里聯成功進身去下一 round 嘅亞冠杯外圍賽，恭喜主場之力嘅李文，好噃。